看这里，透露一下今天的行程呗。去吃火鸡。留一个悬念呗。什么地方？期待回去了，把我儿子顶起来，给他一个更好的视野。换一个勋章。虽然我不是这个月生日，但是我还是收获了一个勋章。旋转木马是不是你最期待的项目？对，我今天就奔着来了，我要火鸡腿就来。你的第一个项目要去哪？啊，我现在我要去那个 Marvel， 我是钢铁侠中国分钢。看一眼就行了，我以前跟他合过影，我三年前跟他合过影。来了不久，好快乐，就是还没有吃到火鸡腿。我一直在说你，其实是你们。第一次这么幸运遇到检修，非常开心，走了一次内部员工通道，果然是火鸡腿的力量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吃的什么？百里香鸡腿饭，那个摩卡意面。不知道，没洗呀、是，我去按摩去了，腰费了。